南投竹山的紫南宫向来是以借发财金闻名，每年借出4亿元，但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只借出了3亿多元。没想到信众还金的金额比前一年多了3000多万元。其中就有一名信徒，他只借了300块钱，但是还了340万元，创下了还金新纪录。 南投紫南宫香火鼎盛，虽然受到疫情影响，没有办法取消年初一发钱目，不过人吸引10万人前往参拜。柜台前来求发财金的民众大排长龙，有名信众只借了300元，却万倍奉还，一共还了340万。他一人的捐3次，第一次捐60万，第二次捐120万，前几天年底的时候呢，捐160万。 等于说那个信众就捐了300多万，我就看记录他是借300块，几百块，然后还到几百万，蛮厉害的。他这边本来就是有赚，然后还的更多，然后他之后就可以赚更多。信众大发还金，让庙方印象深刻。每年紫南宫借金总额大约4亿元，不过去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来求金的民众减少，只有3亿多元，但还金的金额却反倒多了3000多万。因为在疫情的期间，我们已经2年没有通知信众，差了大概也不少人了，差了大概5%、6%，但是金额反而多出来，应该我去看就是因为大部分大额捐献的。 也是蛮多的。信众只借300元发财金，却还了300多万元，大方捐献的能力，不但创下还金新纪录，也让其他求金信众直呼好羡慕。记者魏少宇南投报道。